Sounds nice to me. Okay, chào mọi người。这首歌是我的创作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本来没有团名，我们现在这个组合还没有一个团名，然后但是就是我的两个团员，他们听完这首歌之后觉得很像那个什么饮料广告之类的那种歌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取个团名叫做“来一罐雪碧吧”，然后再跟。然后，希望这首歌，我讲一下好了。这首歌是在讲说，就是一些，反正就是一些你觉得想做的事情，你要去把握。然后，虽然就是可能现实有很多阻碍之类的，然后反正不管结果是什么，然后你都会得到。一些东西，然后丰富你的生命。那，然后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。这首歌叫做《哪一种》，然后有可能我应该会唱错歌词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Okay. 好，那我们欢迎来一杯雪碧吧，带来的是来一瓶还是来一瓶？好，哪一种？大家欢迎他，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
全不同，不过不是等等等等。